我们的名字叫托雷基亚，听说在座的各位都相信光，太天真了，天真到我都想打死各位。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黑暗和光明，只有虚无而已。托雷基亚，你搁这当大哲学家呢？天天喂别人毒鸡汤可是会遭天谴的，没听说过反派死于话多吗？嘿嘿，兄弟们，看到蘑菇三兄弟没有？看点赞，让我们一起来打败托雷基亚。不废话了，直接开。我去，贝利亚奥特曼，不过罗素奥特曼可是能移动的，我还怕你干什么？看我蛇皮走位。快死了，快快快快，给我来两个灰烬。这荷叶屁用没有啊，再开一个罐子。不是冰车僵尸还放这么近，哎别走了，你能不能停车？那是好玩什么呀，你要不让托雷基亚把我消灭得了，算了重开吧。这一局咱们开一下一五路，因为只有一个罐子，那应该会比较好打。这是倭瓜僵尸，这不就是来送卡片的吗？赢了兄弟们。不是水草就算了，来个地磁王也行啊。好，终于有个能用的了，咱们随便一放，直接开冰车僵尸、布鲁奥特曼，还有这是高斯奥特曼。对了，我还忘了卡槽里还有一个泰罗奥特曼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兄弟们，咱们直接开贝利亚奥特曼，给我狠狠的打。三叶草，不过没关系，咱们阳光刚好可以够一个泰罗奥特曼了，把冰车和后面的罐子都开了，再给我来几个灰烬。樱桃，那这不用留着过年呢，投篮车僵尸，不管了，直接炸，有大嘴花还有雷霆战机，兄弟们结束了，咱们直接消灭掉这最后一波红眼贝利亚吧。 Nice 兄弟们，你们三兄妹的水平也不过如此，这也能叫奥特曼吗？你闭嘴，瞧给你嘚瑟的，还没到最后呢，罗布三兄妹，让这戴面具的蟹人尝尝你们的亲情之力吧。三位一起的究极战士出现吧，融合召唤格罗布奥特曼。